仲未复你电话？连 Facebook 都冇 update 过，人间蒸发。 你细佬一直以为你大妈咁锡佢，佢而家突然间知道真相，可能一时之间接受唔到咧。佢上到讲嘢先算咯。深州啊，倾下。琴日我都冇佢扶咧，我做到啲咩啊？我唔想你俾佢再玩。玩？我做得明哦，我当手薪噶咋。只要有结果有效果咧，我啊冇所谓嘅。重色埋机，摆明避我啦。可能我电话冇电呢。 又可能我衰仔临尾嗰香港之前，真系屈听光，而家仲瞓喺只猪咁咧。咧，唔该。我喺度谂，其实系咪我唔啱咧？以前冇乜时间理佢，而家理佢可能太迟啦。好好味喎！黄金瑶柱特级皮蛋咸蛋瘦肉粥啊！嗰啲梅头咧，我腌咗成晚噶，仲有我啲粥熬好耐啊！够唔够面啊？ 点解我个冯先生咁叻嘅吓？点解我哋嘅早餐咧唔系煎双蛋嗰啲例牌嘢？点解佢识得煮粥同埋点解煮粥煮得咁好嘅咧吓？时间累积经验，经验修正结果，好似搞你细佬一样，系需要时间噶。所以就话船到江心保留迟，但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，再加上你有我帮手，简直如虎添翼，一定得嘅。点解唔早啲嫁俾你啊？系咯，点解唔早啲嘅？ 哇，好熱啊！哇，換衫先嚇。阿Sir，你睇下，唔去北京幾好，香港大把嘢俾你玩，係咪先？淨係一個 Cody 都有排玩啦。死仔就同我鬥，如果賴嘢啦 ，Action！ 喂，大佬，唔使咁近啊嘛！我又靚仔又成咁樣咧，我死咗好多女喊啊！唔幫唔幫？咁咪係喎，嘥咗佢啊嘛！咁咩？點啊 ？E-ticket 同埋學校啲資料喺齊度啦。唔該曬。唉，其實你而家都揮低咗 Philip 自己做老細啦。 家陣啲生意又咁好，做乜仲要去美國進修啫？佢兩個衰人咯，差包剪揼咗彈弓手，咪輸咯。以前啲人話咧，一命二運三風水，四積陰德五讀書。而家咧就萬般家下品，唯有讀書高，周街都係大學生啊，冇翻阿 master 點同人抗啊？要提升競爭能力咧，就係自我增值，但係冇留三埋一齊噶嘛。咁我話身份唔係好方便啊，佢又攞唔到簽證，咁我唯有大佬啦，當仁不讓啦。 系咯，你知我杀过人唔方便出境啊，所以咪嚟度镇守大本营咯。咁靠晒你咯呢度。咁你继续读咩啊吓？哇，唔好扮嘢喎。你个忽球之肉咁旺盛，影印嗰阵时冇偷搞？喂，全部鸡肠嚟噶，边有心机睇啫？不过听讲 EMBA 嗰啲学费咧就好乸利嘅。嗯，一分钱一分货。根据资料显示，头20名嘅 EMBA 院校咧，佢哋学生毕业之后薪金加幅系高达53%嘅。 哇，五成人工啊！哇，咁我都去读啦。读书系其次嘅，最重要系人脉，人脉即系钱脉。读得呢啲课程嘅咧，全部都系公司嘅管理层，唔系老板咧就系 CEO， 主打金融界。识多啲人咧就喺发达嘅人际网，佢哋会不定时举办活动联络感情嘅。嗱，而家最热门咧就系跨洲制 EMBA 课程，即系唔同国家嘅学校合作，好多学生搭飞机翻学噶。咁正？嚟紧我哋咪 pitch 个私人飞机制造公司去推广嘅，嗰间公司系 CEO。 就係大佬嘅同學。近水樓台先得 moon 啊！搭通天地線，明晒啦。冇錯，點啊？拜完未？拜完出去做嘢啦。拜完啦。喂，我約咗啊，我走啦。好，再見，再見。好，眼鏡蛇精華素，佢眼袋好勁啊。你要儲算嘅，我都唔知整嘅。咪俾你啊，俾老婆啊，內疚補償。 喂，我又嚟啊！得啦，出世game啊嘛，打成年人啊嘛，咩唔系古代唔使浸猪笼啊嘛，大家你情我愿啊嘛，最弊我系帮凶国衰啦。得，咁如果你真系内疚嘅，你咪请客人食饭咯。总之我保证，我哋两公婆关系永远唔会变。你系识分身，只好讲啊。
24小時同第二個人分，阿嫂份分就分下少咗噶啦。喂，你喺度做咩啊？喂，睇唔睇到啊？奇景啊，空無一人啊！即係咩啊？個個忙到飛起，公司生意好好啊！公司生意係好，不過仲有我喺度守門口。唉，唔好講喎，我要準備啊飛機公司嗰 research。而家大佬要走啦，邊個幫我啊？你唔好再接嘢啦。唔接唔通推啊？推冇下次噶啦喎。咁做一次至得㗎，你想做死我啊？唉，請人咪得咯。哦，咁咪請多幾條仔啦。何解係仔咧？我哋呢行女又多過仔，少先要學屎啊嘛。喂。Emma， 你請翻嚟嘅喎 ，OK 啊？神經病啊！大佬請啊，關鬼事啊！喂，你真係麻煩嘅。哎，仔好你就好啦，你自己話事啦。喂，陳生，係啊，拍緊車啊，到㗎啦嚇。幾時位好難拍啊？拜拜拜拜。喂，香水廣告嗰啲文件有未啊？整好咗㗎啦，你睇下。春風拂檻露華濃，你好識？上網 check 㗎？有啊，用字生動。有冇錯字？喂，等。Double check 咗幾次噶啦？繼續努力。添少啊？嗯。佢哋話今日打邊爐，一齊啊？唔啦，你去啦。其實咧，我 sorry。又點啊？咩啊？啊得得得，而家嚟。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